今天我做了一点点心，然后就拿过来给他们吃了。他们也辛苦了好几天，一直都在这里忙着打包。自己也在这里帮忙了。有好东西吃啦！啊，什么东西啊？好的，那个都是点心。点心，这不是看到了，正好还没吃。这个是。叉烧，哎呀，不是看见有东西吃，马上就是。这是干活吗？先干完活再吃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个粽子。味道不错，可能是太饿了。不要吃那么快嘛，我得拿牙签呢。你不用吃啊，反正你那么瘦。瘦应该吃多点，知道吗？香啊香，吃了也浪费啊。来看看一下这个，这个里面是什么？花生的。花生。花生。难道哪里还有什么？外面真是奇葩，糯米做的。这个。那个是粽子，黑糯米。黑糯米加粽子。这有一个感谢信啊，这个糯米粽子。感谢信呢，我们要小六读一下，看看他学习学的怎么样，会全能认完这个字吗？因为有一些朋友买到这个都会收到这个感谢信的。蛮香。来，你读一下，这是你妈妈写的。吃完先。吃完先。给小六读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九妹，在这里九妹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非常感谢大家为安金村啊，你笑什么？芒果销售的难题尽一份薄。紧迫之力，初心感谢你们为村民所做的一切。最后祝大家生活愉快，万事顺利。尽一份绵薄之力，不是紧迫之力。你看你写的这个，这是你妈妈写的，是绵薄的吗？写的是绵啊。绵薄之力。我看成紧啊。所以要读多一点书。对，你看你写的。读好一些书。我们先吃了。这个我们是还差2000多件，2000多件还没发出去，然后这几天我们都会全都发出去的。对，这几天下雨，所以明天和后天全部把它发出去了。对，大家收到的话呢，就是有一份原件是九妹写的，但是总共基本将近10000多件，九妹不可能写完10000多封，所以呢全都是写一件，其他都是复印的。来，这叉烧哥，等一下说不给你吃，来吃，他在吃喽。哎呀，看来我坐中间挡住这个路了。来，跟你换一下。那边，太油了。吃肉点太瘦了。这段时间自己也辛苦了，也瘦了好多。那什么东西？我试一下。还不错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什么都做一点，这个是五花肉，你试吧。你试一下。我都吃过了。这是什么？里面还有米。我怎么拿不出来啊？来吧，让我拿五钱的吧。来，感谢你算了。还有来。丢。还摇什么呢？啊，这个里是五花肉啊，这个里面是米，那个糯米，吃多点啊，外面是鲜脆的是吧？外面鲜脆，里面吃多点，像奶油一样。吃完的话呢，就赶紧来工作了啊，赶紧做完，吃饱点，吃了没有？我吃过了，我今天就是看到你们几个人在这里辛苦了，我都。哎呀，你吃吧，你小啊。来吃一个。这个比较适合农人大叔吃，这个啊。最好他不在，要不然你们就没得吃。要不然都不够他吃啊。要不要给他留一点？留一点吧。留一点？要不想留给他哦。哈哈哈哈。七哥呢还是一个默默老实工作的人，我给他夹一块吧。因为平时他吃的一下子。七哥。来，你去吧，你那么辛苦，吃完了好有力气干活啊！是找女朋友，也找女朋友也干活。哇，太香了，好吃。
们这几个在这里闲聊一下，但是白天有几个婶娘过来帮忙打包水果，他们也一起帮忙打包，现在他们休息在这里，一会呢还要工作，把这个感谢信结好，要不要发过去的话它全部融烂掉了，要结好就没那么容易烂。你们的水果我们会尽快发出去的，感谢你们耐心的等待。大家想了解九妹最新鲜的土特产，请点击右下方了解更多，来西瓜视频关注巧妇九妹。